觉得一看到这个动向的话，经典肉钻石的人，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换不过他，我就换一下。我哪换得过石头人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误打不相识，石头人非常抗的猴子。还行吧。Double kill。带俺问问土地老王。你就带俺老孙的饭是吧？怎么炮车没了？你补到了，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本来补到炮车，你买个药，那希望不会是伏笔吧。他应该是有 T 的。俺老孙正在等呢。养我行吧，我是猴子，可以啊。不宜久留。
越我就。还差600块钱。Q 加100，现在打不动，动它神分之后就好打了。发育等一下神分和 TP。给我提波速是吧 ？OK。那么我就收下了，兵线得稍微轻一点，我就要进塔了。神分之后打他就痛，没神分打不动。最后一段我的 Q 摁出来了，就被他撞起来的瞬这个同时，我 Q 是已经捏在手里，已经出去了，甩出去了。是一个肉狮子，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我还以为是那个谁踢了呢。我以为是石头人的踢，我就跟踢了，结果是齐亚娜的踢。
有点尴尬。果子呢？怎么没果子了？月经才是重中之重。他可估计是想跑吧，但是跑不了，就转改变主意了。有妖气，还是很肉的呀，我们两个人的这个打能打死他，但是得交大招才能打死他，这个护甲挺高的。这边德莱文布甲鞋知道我们要切他，直接就秒了。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。还是有点缺蓝，我也不太好直接触魔切，因为这把没有那么肥呢。其实也可以挂一个400块钱。我还是有点坦度的哦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
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这么大段都是打穿，全勾八十技能，我真的是吐了，八十个闪现，这德莱翁还跑得贼快，你知道吧？真无语了。这 W 把我的 W 给拉掉了。双招我秒不掉他呀，我没有闪现呀，我怎么秒得掉他？我这波被控麻了，大龙一捡我的双抗、啊、哎呀我操，德拉文是死了，这狮子狗有点肥啊，我们这边没重伤、啊、我打不到别人，我只能打先打石头人的，坏了，资源全被这边控了。
重伤，他的回血有点多啊。把德莱文杀了，然后满血我打狮子狗才有用啊！那无限回血真顶不住。真的没有人出重伤吗？来个重伤呀！玩具一样的，我这个真的跟玩具一样，打不过，完全打不了，被对面给冲烂了。我不知道啊。我杀德莱文应该没问题呀、啊，那波应该去杀狮子狗呢。我一个人拖住了对面下路两个，但是没打过，都差一滴血没杀掉。